哈喽，小子们，今天咱们单挑海岛，中车站我也去了，基本可以忽略了。落地我就跟十几队敌人打了一场恶战，那家伙打的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至于结果如何，你们不要问，我也不会说，重在参与。啊，往事咱们就不要再回味了，还是打好眼下的吧。前面那个三仓有个人，给我试火试火的，叫辆车，等我搜点东西，开车我就过去绑了他。叫他过来。看好了。哟，什么动静啊？来小火车了。哇！我不仅不慌，还很兴奋。这玩意儿就坐一个人，兄弟们，他从车站出来的，肯定很肥。没毛病。我听着他想停，在这阴他一手，停了，马上过来。哎呦我操！偷我车，兄弟！对，揍他，兄弟！咱俩这回要一致对外。你往我这跑，这不纯纯往枪口上撞吗？有自由界，嘿嘿，谢谢大哥把车给我开过来啊！赶紧挪一下，对面那小子也不是什么好鸟。哎，再把他包一天。哎呀哎呀呀，我就说嘛，车站出来的多多少少都得有点好东西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走，他队友要来报仇了。山不向我走来，我便向山走去。退这会还没来，我去前面等他们。哟，你看你个死样子，妈的，让我直接过去给他补了。他们从右边包过来了，是我没想到的。点一下，有个三倍劲，别急，又来一个。嘿嘿嘿，看 LAB 还是个小姐姐啊，他们辣手脆化。我操，发呀，又回头了，不用慌，直接自救。你看那个笨的，你看那个笨的，连个窗子都翻不出来。对，还得老老实实走门吧。这老妹也该救起来吧，我捎带手再给你摁一阵。嘿嘿，好了，老妹肯定急眼了，你等我先找个地方打药，回来再给你大战300回合。打药不能从这边打了，妹子们肯定有所防备了，咱们拉到他们后面去，给他们来个偷袭。哦、想想我都很兴奋啊！救起来了，在二楼的，准备好了吗，妹妹？吃我一雷！看好了！哎呀，捏的劲道，干啥去啊，妹儿？不能留你了啊！别怪哥哥太无情。看到这个 ID 没有？这个就是偷车那个，这说明刚杀的两个已经被复活了。咱们面对的又是满编队了，这个空投很近啊，抓紧时间把他们办了，填空投去。这位置也暴露了，得拉一下。哟，这边怎么还有个枪声？我叫你来！哇，牛逼！走走走走，前面有动静，围墙后边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想跑？别跑了，老妹儿！你越跑我就越兴奋啊！来啊，咱俩干一架！出来单挑了！哟，在这等我呢！呀，这么巧啊，又是你！我去，你的队友太给力了，就这一会儿又复活了。这家伙复活点让你们一队人用完了吧？我真的服了。前面有动静，先打个贴地再说。关键时候没子弹了，这不是你那个队友吗？这回没救了你啊！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？你拉他一下，打我呀，打我呀！不见了，跑哪去了？肯定没走，在这附近某个地方溜着呢。我找找他。Surprise！ 哎呦我去，上房顶了，挺能溜啊，老妹儿！在那不要动，等我啊！我舔个背劲去。哎嘿嘿，还往那边看呢，我在这呢，你给我。哎呦我操，后山上有狙，跑跑跑跑跑，又是他队友，这队人杀不绝呀。有人要问为什么肯定是他队友，他在房顶一枪就能给他办了，都没打他，你说他们什么关系啊？没毛病，舔上空投了是吧？我打人给你对一下子，点一头，嘿嘿。虚晃一枪，再点，我再点，哎，我又点，再点，嗯，瞄准一枪头，嘿嘿嘿，他跑了，你拿个狙都对不过我步枪，先把这个办了，怎么办他呀？他们都溜着也不钢枪，有了，拉到后面房顶办他，哦，呀。
你还不想让我走啊，老妹儿啊？舍不得压根是不？不行，我得走。你留住我人，也留不住我的心。舔个牙。我，哎呀，我把他给忘了啊！西吧，我压某人让一对妹子给办了，病人啊，崩溃呀！好了，兄弟们，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拜拜。